回去吧，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你永远无法改变了。他是谁？光泽，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亲爱的电脑啊，你要坏吧？开机难平啊，发现系统出错了，看来又要 debug 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又来一个？你弟弟？回去吧，差点带你吃饭，你走开。干什么？这是我女朋友。自己都会告诉我，过去的事情就已经过去了。感情呢是不能强求的。所谓吉人自有天相。做人呢最要紧的是开心。来，我给你做碗面吃。同学们，快回来吧，人家都在外面等着呢。饭来了，这面真的很好吃哎，校长要不要来一口？